买那个吃的东西回来，我看到那个没有放上去，而是放在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可能有人过，是不是有人进来过？有人进来把这个取下来了，糊弄我，愚弄我的这个记忆力。2019年3月20号晚上21点多刚回到家里，因为我9点左右离开那个买东西买吃的东西的地方，Santino's。Sandwich and pizza restaurant there。我买的东西在这里。2019年3月20号晚上，闻起来是不太对啊，有点臭臭的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买了好几次以后就没对了。也没有多的地方可以去。Santino 那一家，以前我去那个。高 Breeze 那里有一家，有人叫警察不让我去了，不准我去了。Santino 在那个，高 Breeze 那一家，March 20, 2019，只有其他两三家还可以去，一个是在那个 Pace 比较远的地方，北边呢，还有就是 Pace 那个和 Milton 之间有一家，再就是这一家。我去的比较多，去的次数最近吧，North Avis Highway 那儿，去的次数最多。有人故意做噪音吗？故意做噪音在外面。去的次数最多，就那个退了一次款，买了一个更大的，把前面一个买的比较小的退了款，他说要回到我的账户上，7.95块退了。另外花了13.89块，